我是汪，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参观拜开机劳改营。上一集我们就是成为了快递员，我们获得了好多好多纸箱。那我们要来快递什么东西呢？就是说啊，汪的狩猎等级不够，所以我想要来抓一些神怪砖，那种可以训练狩猎等级的神怪砖，后把他们带回我们现界。就像这边有个草地，我把它包起来，哦，我把它包起来了，然后呢我把它放出来，然后再右键一下，哟，我们就把草地搬上来了，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那来今天这一集开始之前呢，请给汪汪留下超过100个赞的喜欢，你们每多100个赞，汪汪就在我的神怪塔里面多放一个神怪砖哦。那来经过上一集之后啊，汪汪的小型迷你工厂又多了一些变化，就比如说这个机器，我们把它升级到高级的了。那升级到高级的方法，这个锯木机它怎么升级到高级的，它就怎么升级到高级的，合成方式完全一模一样样，不知道为什么天空变白色的了。以及啊，这个纸箱啊，我们上集有发现它有一个超级大的 bug 哦，就是这一个熔炉啊，我们已经烧了好多好多东西，它里面已经储存了非常非常多的经验值了。我们就来提领一下来看一下，我往下100等哦。看看我102等了，然后我们就可以一直这样疯狂疯狂的提领经验值，今后我们就完全完全不缺经验值了。那因为有很多经验值，汪就在那边顺便打造了一个酷酷的附魔室，我们以后随时随地都可以在自己的小型工厂里面附魔，再也不用去黑天大大家打扰了哈。好，那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就先到其他维度那边来去抓一下他们的生怪砖吧。来到颠倒世界去好了，那边的那个可以练狩猎等级的生怪砖比较近哈。来喝一瓶夜视药水，很亮。然后哦，这重力怎么跑到我手上来？穿个衣服，以免等一下被揍。哦，来看看这边有什么东西哦。下面怎么多了一个法师？哎哦，法师把我打出去了，没有礼貌，超级没有礼貌。来来，我现在有更新的武器，我可以更快的打你了。那生怪砖我们平常是不能带走它的，但是我们把它包起来，我们就可以带走它了。我哇哇哇哇哇，可以来看一下里面的那个解说生怪。好，那我们就再多带几个神怪砖。我记得这个建筑物的正上方还有另一个神怪砖，我们该怎么上去来着？我的门呢？我开了夜视效果之后，我找不到我的门了。这里有个酷酷的道路，我们一直线飞上去就会看到同样的地方。这个地方的结构就是这个样子。如果下面有一个那个东西的话，这个上面也会有个这个东西啊，它伸出来了。来来，我把你神怪砖带走了之后，你就要来到我的世界，陪我一起来训练我的狩猎等级了。不知道这个世界的 BOSS 的那个神怪的那个东西，可不可以带走哈？汪汪找到他了，我们来打包看看哦。看起来是可以打包带走的哟，太棒了！那哎呦呦，不要攻击我啦！我现在有高级武器，我挥挥你。我们再把他这个砖带走好了，这个赫尔维蒂红砖哦，这感觉做我们的生怪房非常的适合。哇、这个白白的也带走，他看起来也是一个很棒的建材哦，通通带走。哎，我有吸到吗？哦，我有吸到了，把他们通通拿去做我们的生怪塔。我们来尝试看看，可不可以在主世界召唤那个酷酷的该死的磁铁 BOSS 哈。那来给你一个黄色包子，周围有，哦，他出现了，揍死你啦。然后呢，我们来把它放出来，放出来哟，我放，哦哦哦，看来他不能在这个世界召唤，还是必须要在他们维度召唤哈。那我等一下再把他带回你的世界去。我们找一个地方先来盖一个生怪砖吗？还是说我们再去多收集一点生怪砖看看好了？我记得地狱还有哈。来来来，我们来到我不小心把不对，哈哈哈，我不小心把传送石碑也来放到这边，然后。传送石碑变一半了，传送石碑变一半了，这还可以用吗？名字变不一样了。这个纸箱的可能性真的太巨大了，所以汪决定我们再来试一下别的东西，比如说这道门，看起来门是不能被塔包的哦，好吧，它不会变成一半的门。还说它上面啊，不行，那我们的床可以被打包吗？来，这边可以，这边好，他们是不能被打包的。那汪觉得啊，这个传送门可不可以被打包呢？来，吓我一跳，好，他们门是不能被打包的，他们卡在前面了。那地狱门可以被打包吗？地狱门不能被打包，对，地狱门确定不能被打包了哈。
太异想天开了，我们去地狱里面找找看有没有什么酷酷的生过来砖可以给我们带走的。有了，这个房间也是可以练狩猎等级的哈，那我们就来给他一个慰问瓶，把它解开来。哦，这是一个利用岩浆生长出来的甘蔗，大家有没有觉得很特别很酷炫，第一次看到啊。那这个生怪房毕竟地狱是大家都会来的地方，所以汪有特别再去找一个比较远的生怪砖，然后刻意摆到这边哈。那我们就来把这个生怪砖给带走吧，来打包打包。这边有两个生怪砖，我打包其中一个，然后剩下一个就留给以后来的新朋友来练狩猎等级吧。因为大家起初应该是蛮需要这一个生怪房的呀。那还有就是啊，上面有一个宝珠，我们之前不小心挖掉了。我们知道我们用丝绸之术是不能带走这个火焰宝珠的嘛，但是我们现在有纸箱，我们就可以把它打包带走咯。耶、yeah, 我们可以在我们自己的世界来生产火符文了吧，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哈。来，两个 火宝珠我都带走了、那这个祭坛我们应该可以直接把它挖掉。那汪再去其他世界来把其他世界的符文祭坛也带走一下好了，他们的那些宝珠啊什么之类的。哦，好吧，他们其实是可以用丝绸之术挖的，汪不知道为什么我之前没有挖成功，可能是挖掘等级不够吧。那汪就把他们个别的宝珠放在他们对应的世界，就比如说地狱这边啊会有这个火宝珠啊，然后玩具会有定位宝珠，天堂会有雷鸣宝珠。那这些宝珠的用法呢，我们用这个符文快召唤很多这个符板，然后我们就可以来附近没有符文宝珠。有啊有啊，它上面有火宝珠啊，难道说不能这样用吗？那这个定位宝珠你不能这样用吗？它不能这样用，它不能变成对应的，它一定要在它的世界才可以用，是不是这么麻烦啊。汪就先把宝珠安置在这边，如果有人知道该怎么在主世界使用它们的话，请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好吗，我真的想要在主世界使用它们，这样会方便很多哈。接下来我们找一个场地来去盖我们的生怪场，汪觉得把它盖在这边感觉很不错齁，非常空旷，又在山谷之间，非常的有意境。只是这个水流真的是有够大的，来，我们把这个水流清掉，然后来大概取一个位置，我们从这边开始盖好了。这边我们先盖一根柱子，让怪物长长的掉下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大概十格高的位置，然后再往上三格高来跟生怪砖做出间距齁，那这边就放上纸箱，然后这边也放上纸箱跟纸箱，这就是我们三个生怪砖放置的地点哈。那接下来我们还要再把它延伸出去，大概一二三四，一二三四，让它堆四格，这样子怪物才不会跑出我们的框架之外哈。那汪就来拿这些方块来好好的摆放堆叠一下，汪就先围出了一个框架哈。框架的部分我们用这个白色的砖，因为它的数量比较稀少。墙壁的话，我们再用这个红色的砖啊。那这个角落的部分啊，汪想尝试一些不同的东西，就是啊，这个砖啊，它其实是可以变成砖墙的，这个红砖跟白砖都是可以的。那汪想试试看这个白色的砖墙看起来怎么样，那我们就把它穿搭到上面来，给它的这个这边一个小小的弧度的感觉，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当然我们这边还有另一个支柱，是刚刚那个深谷啊，还有那个什么奇怪的家伙可以弄出这样子的支柱，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支柱比较好看，还是这个支柱比较好看齁。那汪就先采用这个支柱去盖它吧。汪不会要求我的建筑要符合物理工学啦，但是我姑且还是给他搭了三根柱子齁。那大家会发现这个柱子啊会有一种凹凸感的感觉，这个凹凸感是用石砖墙搭建起来的，如果它是中空的话，就是它只有两侧是有墙壁的话，它搭建起来就会像这个样子。但是如果中间有任何的方块像这个样子的话，它看起来就会凸一根的，比较有一点点丑丑的感觉，所以我们中间要记得要给它保持净空中空哈。那来给它搭一个三角的那个固定，看起来就会更加牢固一点。大概就是这样盖出来的哈。那有苦力怕声音，而且还是小苦力怕，吓死我了。我们再来把它的墙壁给搭起来吧。那墙壁中间我也是给它穿插上了石墙，让它感觉会有点凹凸感。那我们就来掏出我们的无尽手杖，直接把它通通盖出来，感
觉一下，稍微有点凹凸感，看起来不会那么的单调，但是我突然觉得，我这个瓷砖墙好像它的范围应该要再弄大一点，然后我的那个砖块不够了，来，我们再多掏一点出来，把它们通通给填满满，然后上面也填满满，填满满，耶，盖好了，大概就像这个样子。我们到内部去看一下，不知道这样子会不会生怪哈，我们来简单的测试一下好了，来看一下，把这边打掉哈，然后来，把它给弄出来，会生怪，太好了，是会生怪的，那我们就可以来好好准备一下它的水流措施了。汪又在生怪砖正上方加装了支柱哈，以免他们怪物生出来的时候卡到生怪砖的正上方。那汪汪不太确定他们这个模组包啊有没有任何像降魂史莱姆通道可以移动生物的方块，所以我们就只能用最土炮的水流战术了。我们先来放个告示牌来阻挡水流的去路，等一下被人打了什么 SSS 莫名其妙的东西，那就是这样子给他放了一整排之后啊，我们这样水流从这边游过来，就会在这边中断了。然后呢，这边我们可以放另一排水流，把他们推挤到入口处，这样子就万无一失了哈。那入口的地方也是要给他稍微堆一个告示牌，为什么又打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英文在上面去？来来来，放好之后呢，汪再把这一条给铺好。就会像这个样子，小心不要打到最尾端的告示牌，不然就全部都会破掉。那我们来放个这样子，就可以做出一个无限水流，把他们的墙壁上通通补满这些水流，怪物就会游到最墙壁那边，但是还不会游到我们那个掉落通道的地方哈。看起来会像这个样子。那我们再接两个水流，在这边也放两个水，就会万无一失的把他们推挤到最中间那个入口处哈。来来来，我们再把它放好，然后呢，最后一个啊，这样子就完工了。那来把这个纸箱给拿掉，拿掉，拿掉。有，他们有被推挤到中间的感觉了哟，但是他们生产的速度比较慢一点哈。好，那我们就从这个通道，小心翼翼的走出去吧。来开门，然后要记得要蹲下，我们才可以进入这个 1.5 格的通道。来给各位看一下这个入口的地方，我给大家红白交错一下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设计感。然后下面还有这个，让它看起来更稳固的半砖支架哈。那入口的地方，我原本是想弄全部都红色的，但白色还是比较耐看啦，所以汪又去挖一点白色的方块，给大家看一下整体的外观，我们就可以进去了哟。看到好多的角角，我打打打打，这样打不到，我打不到他们呢。我打不到他们哦，要蹲下来，蹲下我就打到他们了。好像还是不太好打到，我是不是要拿个剑什么之类的？长枪武器好像太近距离的话无法攻击到哈。再不然就是啊，我们来把我们这个刷怪房间的长度加长一点，我们的长兵器就可以攻击到那些怪物了。那因为加长了之后，如果是一条线出去，感觉很奇怪，所以汪又用一些半砖来做了一些装饰，让它看起来更符合逻辑一点，虽然我知道这个规格非常不符合逻辑啦。哦，我们打得到这些怪物了，然后可以看到，哇，我的等级在上升了，哇，有满满的那些经验值正在那个获取中。那我们应该马上就可以练到狩猎等级多少等来着？是43等吗？汪需要练到狩猎等级43等哈。那我们就靠近一点点，让它升怪哈。那这边来给各位稍微看一下它的设计，它就是很多很多的半砖在这边，不对，是很多很多的漏斗，然后上面塞了半砖哈。来看一下，我再把它放回去。你不要挡到我的路，你不要挡到我的空间。来来来，我打到你们了，我打到你们了。然后呢，我来，他要挡到我的半砖了啦，让我放一下，让我放一下。来看一下，这样打一打，我经验值又获得了一下，我马上要升到下一个等级了，不错哈。再给大家看一次这个画面，大家注意画面的正上方哦，我来了。我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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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看看满满的经验值，满满的经验值，战斗经验值43等了，而且还有很多很多这一个红红的东西，也可以练他们虚无世界的某一种东西的等级哈。那个太后面了，我吸不到它，你可以过来让我吸吗？好，我就是吸不到了。那来看一下他们的战利品，有这些好多好多的铜币，跟有这个小型技能水晶，跟这什么赫尔维蒂的战斗包，我们可以来把这个小型的技能水晶来使用一下，嘟嘟嘟嘟嘟嘟，我获得了什么东西的经验值？好像是挖掘哈，跟他们还会掉地狱之心啊。
好啦，那下一集呢，我们就可以再回归到玩具世界那一边，来去殴打他们那一些具有狩猎等级的怪物。我们现在是打得赢他了。那这个东西我知道看起来很奇怪，它有两根脚，然后中间又凸起来，感觉真的很像 JJ 一样。天哪！那旁边这一个凸出来的一块又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总之，大家觉得汪这一次的刷怪场看起来还好看吗？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汪汪哦。留言说你这个臭鸡鸡，感谢各位收看，啵啵，订阅汪汪，大赞汪汪，捅爆铃铛，监视汪汪，觉得香香，记得分享，协助汪汪，煮点母汤。